给您，脆瓜可以先吃，开始哦。Thank you.
要和我们一起飞行？我不要。你说什么？我不敢嘛。乌鸦不能飞，还能做什么？我会唱歌啊。唱歌？唱歌能当饭吃吗？会唱歌有什么用？明天起，不准在家里唱歌。好的朋友，你可要好好珍惜哦。嗯。